哎，鸡腿卷来了，刚出锅的，里边全是大块鸡腿肉，老香了吗？老好吃了，这干巴了，滋滋冒油，我可以吃啊。这说的话像虐待你似的，老烫了，碗在上面，跟你一样，太烫了。但香啊，筷子有点多余。谢谢吧。现在有货，抓紧去拍吧，什么啊？49.9元2包，一包是5根，2包10根，一共是2斤。我今天是空气炸锅炸的，也可以油炸，也可以烤箱烤。很多吃法，不知道怎么吃的，就是到货了可以私信我。为什么这么烫？刚出锅不给我凉凉？肉是烫烫的，媳妇要举胖胖的。哇，太烫！我想不想你了，你我看不着呢。太香了，满满的肉，只有少量的淀粉。好吃。